怎么了？夸张吗？我觉得穿得像自己，比穿得像自己的年龄更重要。你原来那样就挺好看的。由江疏影、童瑶、毛晓彤主演的《三十而已》一开播便登上热搜榜。电视剧中的三个女性主演极具现实生活代表性。钟晓芹跟陈宇的婚姻不幸福，因为两人当初结婚是因为彼此合适，并不是完全因为爱情。陈宇不够爱小芹，所以婚后不关心不珍惜，小芹得不到真爱过得很空虚，最终以离婚收场。钟晓阳对小芹才是真爱，真正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即便嘴上不说出来，眼神也会流露浓情蜜意。钟晓阳见不得别人差遣小芹，叫小芹如何保护自己，说出不，看见小芹有危险，他会第一个不顾一切冲出来。得知小芹不幸流产失去孩子，钟晓阳会心疼他，默默守护他。钟晓阳本来打算把这份爱藏在心里，当得知小芹离婚后，小阳开始名正言顺追小芹。他想做给小芹幸福的男人，相信小芹跟小阳在一起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。